没错，观众朋友，现在呢，我们人在韩国，时间现在就是几点钟？5:30。5:30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不是晚上五点半？这是凌晨的5:30。我们特地没有睡，因为我们其实是要上飞机啊。我们特地没有睡的目的就是呢，要来做一个实测。现在呢，韩国呢，因为是冬天，所以在最冷这个时间呢，大概5到7点这段时间呢，温度呢可以达到0度左右。我们来这月份是11月头左右，所以0度是很 normal， 所以我们就想试看呢，在我手上这边就是这个韩国的这个什么样的拉面啦，我们就要试看呢，在这个温度呢吃拉面呢，到底呢？可不可以更加的耐辣，就是越冷的天气吃辣呢，会不会更加的没有感觉？所以呢，这边就准备了几杯。我的肚子其实不是很舒服，因为我们其实昨天有吃了很辣的东西，所以你 OK 吗？我已经上了好几次厕所，我跟你迪拉一起下一份。都吃过了。对，我们也吃过啊，所以我们会下一份。除了这一次实测，除了我们之外呢，工作人员也会一起实测。这样子的话，等一下我们就去突袭航线，这边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炒它很起来。现在放着辣酱。好，我要去炒起来了。Lucas， 洗澡了，这样，洗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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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，快点，车要来了，快点，快点。先生起床了，现在我们准备了早餐给你们吃，来，对，起床了，吃早餐，对，开门了，吃早餐，吃早餐，准备早餐给你们吃，快点起来。哎，我阿弯心机很重哎，阿弯起到很精神的样子了，阿弯。对啊，今天吃早餐了，快点快点！哇，这个早餐太丰盛了，各位。这个早餐，各位不得了啊！看来就是很棒的韩国传统早餐，沾酱拉面，再配一个香蕉牛奶哦。卢克在楼上睡觉，乖，爸爸妈妈准备好早餐给你们吃。楼上那个猪大哥起不来，打呼很夸张。好。我们今天这个拍摄真的是很随机，不信你叫阿万讲一句，阿万自我介绍一下。走，是阿万。啊，就是刚睡醒啦，他们我是叫他拍他自己就可以了。啊，卢克信都传自己拍自己。来，打个招呼 ，Hello。手拿开，快点，要证明真实性。OK， 我们就是这么随机，早上呢就煮好这个韩国辣面，然后呢我们来每个人自己来拿一碗啊。卢克是因为肚子痛，所以就 skip， 大家先不要吃哦，这我们的，来其他人自己来一碗。好了，韩国辣面给大家再仔细看一下，就是闻起来是很辣。这一局的游戏规则的实测规则非常简单，只要你想喝第一口水，你就举手，那你就算是输啊。但是你吃每一口，你就要记录，好不好？全部人是同步的，所以我一碗你一碗，嘴巴关一下，不用紧，反正有多的。OK， 那现在这样子，我们来一起吃一口，第一口，一起全部人同步一起吃一口，对，这样，你也不要太大口了，差不多就一口，第一口啊，闻到那个味道。第二口还真的蛮好吃的，我觉得不辣。第三口，哎，你还吃下嘞？你也吃太小口了吧？对，你也吃太小口。我还没吃完呢，够你吃。第三口啊。OK。现在我们吃到，大家都吃完第三口吗？我们可能一般吃辣，因为这个面我感觉到不是非常辣，明白那个意思吗？就是哎，这个还没有到最辣，我们感受不到。我们要从阿万身上来做一个实测，所以阿万这一集会是我们实测的一个最主要的灵魂，他的眼睛已经。阿万，你
你现在第几口饭？第三。第三还没有吃。第三次了，第三次了。第三次了，然后我看你的那个口是这样的，因为基本上只算吃了一口。你认真认真，没有，你可以吃，你要停你就停，这是一个完全尊重你的实测，不用硬吃完的。第四口是一般的第一口啊，我觉得是第一口，所以你要喝水了吗 ？OK。第一口就要水，来来来，给你一点。谢谢谢谢谢所以呢，阿万今天会是我们实测的关键。我们一直在吃到很开心噻。你们吃了几口？三口。加那个辣椒就好了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因为等一下你们停。还剩多少张呢？还有了。还有了哈，大家没有这样的哈。那个吃完了。哇，这个一点给你。这个已经要吃完了。OK， 这样子好不好？我们去加那个辣酱是吗？嗯。我们暂停一下，我们现在加辣酱给每个人，让他再辣一点。好，各位，其实我们今天的实测就是呢，在这个韩国首尔零度的时候吃这个辣面呢，是否可以麻痹你的这个味觉神经？所以，我们现在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往上移一下，走，我们现在就要去天台吃了。Let's go， 说到做到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哟，这走上去啊？真的？连那个地上都冷啊！哦 ，shit， 哇，冷，而且刚下过雨。哇！太冷！哇！哦，去！太冷！来，镜头比较难看，可是我们现在是有烟。哎，有了！有烟！对吧？对吧 ？OK。我脚冰啊 ！OK。好，我们先开始吃啊！来，第一口，一。2、3，大口一点，这样大，等等，一口啊，然后你要讲第一口，1、2、3，第一口，来第二口，哇，好冷，等一下，我讲真的，我没有夸大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嘴巴真的没有就真的没有这样辣感觉？你们有感，我感觉到，我真的觉得嘴巴的感觉没有这样大。虽然这个不是非常辣，可是我现在基本上感觉不到太辣，因为外面的感觉比较大。有感觉到吗？有没有？很爽啊！感觉没有这样辣，很鲜。你那肉饭有感觉到吗？有，真的有没有？没有这样辣哦。OK， 现在你吃第几口？第三。哎，你吃第三口啊！来，第四口，第五口，我们吃完了。吃完了。Oh my god！ 转。哒哒。哒哒，挑战成功。不跑嘛，很冷你。那个也吃完了，吃完全部吃完了，剩你们两个，快点，我不要了 ，OK， 阿万不行啊，阿万，第几口不行？第五口 ，OK， 你确定第五口啊？好吧，暂停，对了，都行，失败，你吃完了吗？吃完了，快点，为什么少一只拖鞋？我脚冰到像冰块这样。你知道为什么 Lance 没有女朋友吗？讲讲都要照顾一下女生的吗？你看 Lance 现在有没有穿拖鞋？然后你再看那个女的有没有穿拖鞋？你看，全部他没有女朋友啦，你懂不懂？有原因的，斜着舔要假装一下。像我现在来讲，你有没有感觉到真的嘴巴没有这样辣？没有 feel， 没有 feel， 嘴巴怎么没有 feel？ 嘴巴没有 feel 还是什么？没有 feel， 我下面没有 feel， 上面也没有 feel。脚很冷，这样你觉得呢？觉得哈，有没有比较耐辣一点？耐辣完全是浓微体，然后就是内热哦，外软哦，然后怎么了？后面讲真的有没有觉得没有这样辣？有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冷，然后你觉得很冷，所以你来不及觉得辣。这有道理，你觉得呢？对，我也是觉得因为冷，然后嘴巴辣度会变淡一点。OK， 好了，我们这个关键的先生，我觉得这样打岔一下，有一点像是我们喝烈酒或者是色酒的时候身体会热吗？
像我们走到外面就特别凉快，综合起来有点像你刚刚讲的，这位先生，你从一口刚才塞的那个四口，你就是一口罢了，楼下的一口现在真的五口了，有真的有感觉，在你身上有差，适合训练吃辣的人，不会吃辣的人可以在这种时候吃吧。所以你建议就是，如果你们想要训练吃辣，你躲在家里的冰箱够大的话，就可以躲在里面吃辣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哎，真的是有进步吗？不要跟大家讲别人。这样，宝贝，你觉得有差别吗？我吗？你觉得怎样都一样？没有，我就觉得冷。OK， 好，这样我们现在来投票来。好的，观众朋友，现在呢，我们这个实测呢也总算要结束哦。今天我们要凭良心的实测，在零下的这个气温呢，就是冬天了，吃辣呢是否真的可以更加的耐辣？如果你觉得是的话，请给我一个大拇指；不是的话，一个下，好不好？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一致通过，恭喜！实测就是真的会比较耐辣。那你们想要试看的话，下次自己试一下。拜。我们真的太冷了，拜。